如法的饮食是永断三恶道、出离三界的保证。西元1995年，妙想法师携性空比丘步行2个多月，行程近3000里，从山西五台山行脚到辽宁，一路不捉金钱，风餐露宿，对托钵乞食、日中一时斋法有着真实的体验。途经的秦皇岛市、大高庄村等地的民众对乞食的僧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历经10年之后，头陀横撒播下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。在2005年，妙想法师带领僧团从辽宁开始行脚乞食，再次走到河北省秦皇岛市大高庄村。光阴荏苒，时至今日，佛陀的弟子们仍坚定地持守着3000年前佛陀的嘱咐。行脚乞食的时候，不去设想今天在哪里过斋会吃到什么。还没有到乞食的时间，一个训练有素的比丘不会浪费自己宝贵的修行，对此做无意的筹划。既不徘徊于过去，也不担忧于未来，他只念住于精行的禅思之中，乃至于在乞食的途中也是如此。将起来的食物混合后进食，居家的人们难以想象这究竟会是什么滋味。为什么三世诸佛和他的弟子们一定要吃这样的饭呢？这里面有什么即使是俗家精心烹制也吃不出来的滋味吗？头陀僧乐于进食起来的食物，因为它有一种特殊的清凉味儿。在法义上，乞食是高于诵食的，这也是行者的亲身体验。
乞食的滋味同样也高于在寺院进食的僧食。对法味的体悟并不只局限于参加乞食的僧人，在家的居士往往也觉得寺院的斋饭和自己在家做出来的不同，哪怕是自己制作后供养僧人的食物，味道也会变化。即使在俗人的食物中，素食的清凉味儿也高于荤腥。如素的人戒除了膻臭浑浊的滋味，方能吃出蔬果五谷的甘美，令口齿清芬。如果进一步受持斋戒，会更觉清凉。斋不单指素食，更包括由乞食而来的日中一食等相关斋法。由乞食开源的几种方便，所得到的斋食有很深的内涵，但却以乞食的功德为最。乞食使人逐渐远离了追求口舌之欲的贪婪习性，引领沉迷在轮回中太久的我们冲破贪欲执着的牢关，到达那美妙的出世圣境。这尊贵的清凉味不但来自如法的乞食，而且来自如法的过斋。如法的过斋是日常修行中重要的一堂功课。首先选择地点，乞食已毕，僧众过斋，过斋之处随遇而安，多选择在近处空地，如树林、山谷。河滩等。雨天可到桥洞下，尽量不要压着草。乞食时不便前往的地方，过斋也是不允许的。若无法回避，应尽量远离。比丘在乞食的时候可以乞能生吃的蔬菜和水果，而且在过斋前还要坐净。佛制禁止比丘但食具有生长能力的生草、菜、瓜果、种子等，食用前需坐净，去除生气，断除生灭的心念。比丘不可以自己种植，毁坏生种，也不可做饭，以断除世间生存的缘。沙弥和居士可以坐净，由比丘在旁边指导，以免坏生种。坐净有火净、刀净、爪净、拈干净、鸟啄净、窗净等六种。火净通其他一切净法，而其他净法则不能代替火净。对含有生气的生食，僧团的做法是以火净。火净是以明火碰触相连的生果等，若生果未相连，需重做。然后以水洗三次。过斋前还有一系列的仪轨帮助摄受心念。
斩者，开襟开波也。未波恐有尘，先当开襟开过，安置机上，以四时至也。如来音量器，我今得夫斩，愿供一切众等三轮空寂，安司马摩尼沙诃。比丘受食，正身而坐，斩食金于膝上，避免饭汤菜羹掉落于袈裟上。请钵时默念此偈：若见空钵，当愿众生究竟清净，空无烦恼。盛饭时默念此偈：若见满钵，当愿众生具足成满，一切善法。念供养时，以右手扶钵的边缘，左手托钵。
佛治出家人，过斋前必须施食，不施食者非佛弟子，是魔眷属。通过诵咒及观想，能把食物转化为甘露法食，遍满十方，令诸鬼神都能饱足法味。食存五官，观想食物，历经耕种收获，碾磨吹煮，弹乐所施，得来不易。若不持戒，坐禅诵经，迎三宝事，能否堪受？如果贪着美食而嗔恨下等的食物，对不好不坏的食物又不起识别，生痴心，这些贪嗔痴都是受苦之因。受食的时候应如法观想对治，增进正念。初持，愿断一切恶；二持，愿修一切善；三持，誓度一切众生。果斋时，不分别人的高下，不分别食物的好坏，平等受食，令心不起妄念。因为平等，如来应量器中满载法食。沙门不应饱食，不应美食，不应安逸食。过斋时不能左右旁视，看临钵食物的好坏与多少，不能分别食物的好坏咸淡。饮食是六道轮回的助缘，有了饮食就有了众生，有了众生就有了饮食，故不分别饮食，能成佛道。僧人的食物要平均分配，住持长老上座与大众同食，平等食，不别众食。寺院不为任何人设小灶，过斋前打板召集僧众，未打板前斋堂食物属于常住物，不得食用，打板后平等分配给僧人，方可食用。打板为召集僧众的一种方式，有的场合可以不用打板，但过斋前必须打板。因为饮食是供养十方僧的，即使一个人过斋也应打板，否则犯道。打板后敲梆盂，再敲云板，这就是过斋前的开梆结板。凡瓦木铜铁之类所造，积之名声，其集大众，称为建锥。梆盂云板都属于建锥。古大丛林曾有九处开梆、七处过堂的盛况，日常修行中处处体现六合净法。
虽然我们的心对于食物的驾驭是十分复杂和艰难的，但在僧团中和和熏修，这个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。曾经无数次的生死依赖饮食，故而轮转，对饮食根深蒂固的串习，让这颗心在面对食物、意念食物的时候跳动得更快，贪欲更大。被食物的味道所征服，被喜爱或厌恶的食物的心所支配，这种习惯盘根错节地深植于心中，使我们对它的每一次剥离都那么血肉模糊。如果不是风雨兼程的头陀生涯，行者不会这么彻底地看清他的真面目。在行脚中所培养起来的定力，使心更纯净，必能制服这个贪欲的重恶，让他明白谁才是真正的主人。在秋雨中背包长行，如果放纵六根去感知外境，不可避免的会陷入习惯性的反应之中，寒冷、潮湿、劳累和饥饿，紧接着就会沮丧和厌倦。若能看护好六根，种种不适将随着定力的增强而减弱。中午又到了做果斋这堂功课的时间。如果行脚的时候遭遇逆缘，不仅坐着可以过斋，行、立、坐、卧这几种姿势都是如法的。可是一旦更换了姿势，就不能再继续进食应节斋了，否则就破坏了一坐时。下雨并不属于逆缘，无需走着过斋，也不需站着过斋，附近并无桥洞可供遮蔽，僧众搭好衣，穿上雨衣，按次第坐。这是可以不受而食的雨尘。一坐时是佛陀对比丘的要求，只在一坐期间进食，起坐以后除了药品外不再吃任何东西。集体过斋时，临丹斋法的清净与否对能否行持好一坐时有着很大影响。比丘不与女人或比丘尼同担饮食，也不与饮酒及荤食者同担饮食。在过斋时见到师长可以不起身行礼。如法的行堂也很关键，在没有净人行堂时，沙弥可以自己取食物给人食物。一坐而食，同时也要一钵食。比丘行头陀时，不会往他的背包里添加除了钵以外任何用于盛装食物的器皿，因为这些是不如法的资具。佛陀允许比丘在住处用器皿加热起来的食物，但并未允许使用除了钵以外的其他器皿进食，如直接饮用带包装的饮品是不适宜的。有的比丘也不直接食用形似器皿包裹的现食，如不用手拿包子直接进食，
而是将其放在钵中切割后使用。清净道论将一钵石定为十三头陀行之一，目的是除去种种为爱的贪着，减少分别心。如果顺佛智一坐时能得四禅四空定乃至诸通解脱，否则便得不到这些善功德。当经行时，即使前面是烂泥水坑，也只管直心走去。起时的时候，不论贫贱富贵，都依次而起，时时处处都直心。在饮食的时候也是如此。次第起食为头陀之之一，过斋也应次第而食，从离自己最近的食物开始食用，不分好坏咸淡，一口饭一口菜依次吃下去，控制舌根不起贪念。按食物摆放顺序，以顺为线的从左往右，或从右往左而食，这是错误的方法。正确的方法是以横为线，按一条横线从前向后次第而食。过斋时可伸钵接受食物，不需要则不伸钵。若以手势或语言表示拒绝后，后面食物就都不能接受了。过斋也和起食一样，给什么吃什么，不要等着下饭的菜或配菜的饭。缺少或错过某种食物，有时候是动念的果报，也可能是摄心的表现。虽然少吃，但以思食或天食在别的方面补养了。次第吃的时候，不挑不拣，不搅拌食物，按次第遇到哪儿就吃到哪儿。眼神也不到处看，只看钵里，也不到处看钵中的食物，只看要吃的部分，不论是辣的、咸的、烫的、硬的，有吃的没吃的，都不要动念分别。发现念头升起，应当下灭掉，不顺着它走，就是不顺着堕落和轮回。若不止念，再发展下去便会付诸行动，妄想就很坚固了。我们战胜妄想需要无比的勇气，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定力。直着吃，直着走，直面一切，以直心破除杂念障碍，无念方为真清净。无论食物酸甜苦辣，都能治病。通过如法的饮食，也可以入定，证得空性。
对于要出家的人，不能开始就说出家的乐，应说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坐，中夜只睡一觉，少吃少喝，多觉悟，少睡眠。应问他能持否，若答能持，才可出家。日中一时，只在明相以后到正午之前仅饮食一次，其他时间不得进食。病者与未成年者可在早上开药时，也即不非食时，过午不食。若有病源，午后只可服非食浆、含消药、终身药等。佛言：早起诸天时，日午三世诸佛时，日夕畜生时，日暮鬼神时。堕落恶鬼道的众生，由于往昔悭贪布施，感召常受恶渴之苦，听到碗钵饮食声，咽喉被激火燃烧，痛苦万分。为怜恶鬼之苦，僧人午间过斋尚宜寂静，何况非时而食。只有斋法清净，才能断三恶道之因。僧人到了起食时间，在僻静处放下背包，搭衣持钵，准备进村起食。因常行起食而能速功斋法。一个头陀行脚的比丘专注于内在的精进，经行在路上，对每一个动作姿势都应保持正念。食物只来源于起食，这能帮助他放下对饮食的细微贪恋。美食能营养身体，讨好口腹，贪恋它却有损于追求苦灭者的尊严，那是苦的根源。饮食只是众生的粗重妄想，只吃一餐能避免多吃而引起的昏沉，有的甚至会在一段时间内断食，只以念住和禅悦为食。有的阿罗汉七日才下山起食一次。常行起食、日中一食等头陀之，不仅是沙门的义务，也是深入修正的必由之路。入圣的沙门，即使已从人间的饮食中解脱，但仍然起食到众生门前，做人天福田，留下令后世弟子追寻的足迹。您端的这个是什么？米饭，小米粥。小米粥，刚才起食到您家去了。没，他们买间房子里头的。没进房啊？对对对，就在门外化缘了。师傅，这是起食，不是化缘。四十。起食。起食。对，起食。起食是什么意思呢？起食就是比丘嘛，比丘也是起食。他们那个中午需要到百姓家里去起食，他们进行一中一食，所以要点吃的嘛。啊。他自己不这个不做饭。哎，今天来起食。对。就是要吃的了。对，作为出家人起誓，你必须要进行起誓才能真正的成为这个出家人。啊，对。嗯。好的，我知道了的。要向圣者学习，日中一食是必不可少的。修习者不会因为只吃一餐而吃不好，恰恰相反，感召到的是清净的饭食和信士们的诚心供养。起食能从根本上圆满斋戒。
不非时时，不是小小戒，是关系成佛的重要戒条，没有开源。从在家人的八关斋戒到出家人的沙弥十戒、释迦摩那尼戒，以至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处处有这条不非时时戒。可见此戒于诸戒法中何等重要。为沙弥、比丘者，若受持不非时时戒等十戒清净，方可以为居士受八关斋戒。若处处开源，不控制饮食，就会被生死习气所转。饮食一吃八分饱，过量时容易昏沉，而且升起贪着。如果有多余的饮食，依经云，施恶众生。除了无味的白水、果汁、饮料、茶水等，午后都不可以再饮用，只在过斋时一起进食。过午的时间随地区和季节不同而变化，以当地日中时间为准。比丘午后不再贪乐种种果浆蜜浆，能一心修习善法。沙门世子是人天师表，外在的威仪能教化众生，如法的按照威仪去做，以行善业方能止恶业，久而久之达到真正善的境界，那就是与自性相应了。威仪的好坏不仅由外在的行为决定，更取决于摄心的程度。同时，如法的威仪能令摄心更加清净。过斋时尽量不出声，不吸食面条，不用舌头舔东西吃，不用手刮拨，咳嗽、涕唾、剔牙，用衣袖遮掩，避免大声。不寒食语，不笑谈杂话，不咀嚼有声，避免拨勺作声，令恶鬼听到，咽喉起火，生大苦恼。如有所需，可打手势，不可高声大唤，左右顾视，失却正念，动众人心。若有谷粒落入饭中，可去皮吃。谷粒很多时，可收集一处，不施给禽鸟，不可丢弃。不抓头挠腮，避免风屑飘落。如发现食物中有虫蚁等异物，应隐秘收起，以免临丹动念生起疑心。持钵不过高，也不过低，平于胸前。钵端离膝襟或桌子，不放在膝盖上，也不放在桌上吃。没来行堂添饭菜，正好心存五关，自然不生烦恼。吃太快有损威仪，太慢拖延令他人动念，应不急不缓，与大众同始同终。
斋后洗钵，大众食毕，安坐静候，饮庆一起，分发洗钵水。刷钵以前可以漱口或喝一口，当刷完钵的时候，这钵水就不再属于个人，应布施给恶众生。以此洗钵水，如添甘露味，施与诸鬼神，悉皆获饱满，安摩修拉西沙河。将洗钵水倒在污秽的地或下水道都不恰当，也不可倒在施主院内或屋里，应将洗钵水放凉，免伤虫蚁，再洒于空处，施于鬼神众。大众洗钵后，饮庆再起，这是节斋的饮庆。一敲响，就代表过斋结束，不能再继续进食，也不再喝洗钵水。喉咙内的食物可以吞下，口腔舌齿内的残渣则不应再吞咽。若饮庆未响起时就站起，或心里想不再进食了，也未节斋。在家人证升闻成三果阿罗汉后，即断除金钱，因未断残素食，不称因供德。若证四果阿罗汉后，只有两种选择：必须于当夜前出家，过乞食生活，或者涅槃。